跟台湾乌克丽丽呢变成好朋友咯。因为现在啊门市里呢所有的琴啊都有在做优惠哦。真的吗？门市里的琴啊高达上百种，应有尽有哎。那乌克丽丽会不会很难学啊？不会啦，我跟你说乌克丽丽啊超简单的，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乐器。而且啊现在呢找到门市里呢购买1980元以上的琴就可以送你4堂免费的课程。另外啊想要体验乌克丽丽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现在都可以到门市去报名我们的体验课程。哇好棒哦，可是要怎么报名啊？现在啊找到各大门市，那里呢就会有亲切的大哥哥大姐姐为你做解说。哇好棒哦，我也好想参加哦。说台湾乌克丽丽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哦？哥哥，那你什么时候要带我认识他？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发。